好，我们来讨论一下5.4的这个练习啊，摩擦力的部分。好像没有什么人拿，诶，我印象中是没有人拿吧？是吧？诶，奇怪，是我的记录上有问题吗？没关系，等下我再看一下哈。诶，我记录好像只有没有人拿满分的。诶，没关系啊，大家好像比较多人拿9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一题是造成大家都做错的啊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entrance 有拿10分，好，来看看第一题，在什么情况下有摩擦力呢？固体跟固体之间，固体跟液体之间，还是固体跟气体之间？全部都有的啊，对，全部都有啊，所以这个以上皆有。然后呢，大部分的情形，摩擦力的方向呢，跟这个运动的方向是相反的。诶，大部分的情形，那下列哪一个情形是例外的呢？就是我们穿着鞋走路，地面呢对我们的鞋子的摩擦力是跟我们运动方向是相同的啊，这个是说我在课文里面呢一直有提到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其他的情形呢，像桌子的木箱往前推，放在桌子的木箱往前推的时候，摩擦力，这个摩擦力应该是。木箱跟桌子之间的摩擦力，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好像也不是很好，因为真正来讲呢，你要讲说，诶，这个桌子对木箱的摩擦力，还是木箱对桌子的摩擦力，好像这两个其实不同方向的，这两个其实不同方向，这个我应该要再修改一下，这个写法不是很好，应该是要想桌子对木箱的一个摩擦力。啊，就会是对，跟它的这个运动方向相反。汽车往前走，空气对汽车的摩擦力是往后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呢不是不对。船往前走，水对这个船的摩擦力也是往后的，啊，所以这些都是阻碍着这个物体往前的，厉害的。OK，所以这个只有这个不同。啊，这个不同，这个例外的啊，它会往同样方向。好，再来看一个木箱在桌子上往前推，做匀速直线运动。那下列影响它的因素有哪一些？木箱对桌子的压力是，这个木箱和这个桌面的粗糙程度，这个也是啊，只有这两个影响。木箱走的速度有没有影响？不会的，只要它匀速，不管它快很快的匀速，还是很慢的匀速，只要它都是匀速的话，它的这个摩擦力的大小都会一样。还有它这个接触面积，底部的面积有没有影响，也是不会的。啊，虽然我刚才没有提到啦，当然我就是特地不要提，因为这个做了实验之后，我们发现到它也不会影响。现在用了面很大，还有面很小。哦，它都是一样的一个大小的一个，OK，好，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啊。当然，这个就面积会影响没有呢？我们做实验发现到是没有啦。但是呢，这个对让我觉得很奇怪的是，他们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实验呢，就是说他们用2本书，哎，这个你们。我等一下上网找一下哈、哦，他们用2本书让它可以交错的一页一页的叠去，就是我这里放下一页，那边走2本书2个开口相对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我这一边翻一页，另外一边翻另外一页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，压来压去，然后这2本书哦，我再把它中间再把它用塑胶袋绑紧，你要把这两个。书直接拉开哦，是很难的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因为它很多张纸叠加在一起，所以变成了一张纸就一个摩擦力，一张纸就一个摩擦力，这个情形呢，就会造成它的这个摩擦力叠加上去的一个情形，所以它面积的大小不影响，但是呢，因为你很多张纸啊。所以一张纸一道摩擦力呢，就会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力，
哦，这个静摩擦，所以这两本书哦，他们甚至有尝试过，上面夹着一，就是上面夹着那个书，然后呢，拉上去那个天花板绑着，然后下面呢就，下面呢就拉到了一个木板上，然后呢让人坐上去荡千秋哦，甚至呢那本书都会被拉开。哦，所以这个这个实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相当有名的一个实验哦，这个跟摩擦力有关系。OK，面积影响的是压强，是的，非常好。所以压力面积，这个两个面积不同的讲法，一个叫做受力面积，另外一个叫做底面积。所以这两个面积我们用的词又不同啊，所以这个也要注意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哪一个情形我们是要减少摩擦力，哪一个情形我们是要增加摩擦力？这个气垫船哦，它让你有一个 layer of air，有空气一层的空气啊，让你的这个固体跟固体的摩擦力转换成了气体跟固体的摩擦力，从而减少那个摩擦力啊，所以这个是减少摩擦力的情形。鞋底的花纹是特地要增加那个摩擦力的，因为你走路往前需要摩擦力，你停下来也要摩擦力，而你站稳，不会打滑也是需要那个摩擦力哦，所以这个情形是增加摩擦力的。还有你的防滑垫用橡胶的材料啊，这个材料上的更改也是要增加摩擦力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加润滑油这个是减少摩擦力的情况，从原本是滑动轮轴秤，我换成那个滚珠轴秤 （ball bearing） 哦，也是要减少摩擦力。再来，你的弓啊，那个小提琴有没有那个弓压弦压得大力一点啊？这个是也是增加摩擦力的情况啊。像轮胎的花纹，你用了橡胶的材料哦，也是它有花纹，还有它也是用橡胶的。这两者都是要增加摩擦力，的目的就是增加摩擦力。OK，这后面的题目蛮简单的。那到底是哪一个会造成大家错呢？好像大部分的人都做对吧？不晓得，可能是这个，也不会啊。我不晓得是哪一题啦，可能大家的错的点不一样，这样子就造成了很多人拿9分这样子。OK，大致上是这样。